检察院日前针对政党及其附随组织不当取得财产处理条例生请事线，大法官今天决议不受理。对此，国民党表达非常遗憾，但强调大法官审理案件法第五条内明定，中央机关在其行使职权适用律与命令发生有抵触宪法之疑者，得申请是。检察院在行使调查权的过程中。 认为行政院处理不当，党产确实有违宪之余，因而提请事宪，于情于理于法结合。大法官没有受理该案件，实属罕见。国民党发言人洪孟开表示，我国贵为民主法治国家，五权分立的相互尊重及制衡制度更应该捍卫。监察院提请示宪，代表监察权的市警，司法权站在独立超然的立场上。 不选择正面面对，而是选择消极的逃避，这是对监察权的弱化，也是对行政权的放水，对我国民主法治将不是有利的发展。洪孟凯也提及，大法官会议日前举办少见的说明会，某种程度上也预判了今日不受理的结果。即便有大法官对此也提出不同的见解，仍无法改变不受理的事实。 国民党除了痛心不当党产条例凌驾宪,宪法而造成违宪行为外，更感到我国越区专制的悲哀。今日大法官不受理监察院视线，也将永远被我国历史记载。监察院图报系资料照片，程嘉文分享。